我才不管你怎么计划，你怎么计划都呵呵呵，反正做的时候瞧瞧瞧瞧，我是瞧娘，我拢不变哦，我拢不变，无人会变，瞧瞧瞧，我别瞧，这最厉害。啊，瞧个尾拢变了了。我们非常合适这个动态中的环境，所以为什么中国要起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领导完全是掌握人心，所以只有两个字叫做关心。什么叫关心？就是把对方的心关起来，他跑不掉。你看哦，人在这里，心不一定在这里，可是心在这里，人一定在这里。这中国聪明的地方，西方人专门管有形的，管你的手，管你的身体，西方的管理没有谈到心的，最多谈到脑，因为他们比较科学。中国人都知道手管不住，身体管住没有用，他人在这里，心已经跑出去了，有什么用？中国人一开始就是管他的心，所以叫关心。关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我把你的心拉过来，然后你自然要把心交给我，只要你心交给我，我就放心让你去做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心。你看我们每个字都跟心有关系，我们是心与心互动的一个过程，才叫做领导，才叫做协调，跟制度没有什么关系。